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谢谢你啊。任天树，你再让我听到一次谢谢，我就不让你回家。我说谢谢也不行啊，哪有你这么不讲道理的人？哎，什么叫流氓？这就叫流氓。什么叫脸皮厚？这就叫脸皮厚。 你手机在响，我现在得回公司一趟。是硬币的事吗？芯片破译成功。你是要去完成5年前的事了吗？可不可以把芯片直接交给警察，让他们去办？ 这样你就可以不用回太城了。如果我真的去了太城，那你呢？我会等你，不管多久，我都会等，所以你一定要回。 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就像黑夜里的萤火。我只想保护你，我希望你永远活在温暖的光里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你让我知道，我可以拥有这一缕光。我希望可以跟你一起手牵手走在阳光底下。 是你改变了我。我第一次听你说这种话，被你吓的。如果我立腾这辈子命够伤。 一定让你软念出爱到死，但如果我这辈子短命，我下辈子再给你补上。立刻。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立刻上交。答案如果知道了，恐怕会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立刻现在是啊，只要嫂子在身边，什么都不怕。<笑>马上出发。好。哎，来了。谢谢，不客气，应该的。 辛苦了，终于结束了。通知兄弟们，今天晚上全公司放假，力哥邀请我们去庆祝，挑贵的。太好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 AT 俱乐部？好啊，我以前只是听说过，还没去过，正好晚上可以一些信心一起去。哎，浩哥，那家俱乐部好像要提前半个月预约，现在订是不是太晚了呀？没有这张卡订不到的地方。 谢了，你们去吧。你不去啊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。走了。嗯。哎，你家厉总对你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啊，派最强壮的石头来保护你。星星，嗯，我脸还有不有？
还是很油，油的像个弹珠图。我的大小姐，你都补了很久了，够美了，别补了。那可不行，一会儿江浩就要来接星星，我可不能让我的王子看到我不完美的样子。菲菲，拜拜，星星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怎么样，星星今天乖不乖？乖。真的？谢谢你们今天照顾星星啊。不用客气啊。哎，要不作为谢礼，晚上请我吃饭吧。这不是吃过了吗？而且我们公司晚上有团建。嗯，爸爸。嗯。那就带着乔阿姨一起去吧。嗯。嗯。好，那就听星星的。嗯。嗯。不过晚上都是些大男人，我怕你会无聊。不会无聊啊。